明天就要回家了，咱们吃点吧。吃什么？这里玩一玩，这个晚上不能玩了，走吧，咱吃点吧。看这儿有什么特色，我们明天要回去了，这是在深圳最后一晚啊。想想，哎，人家认识你啊，跟他说说话，没事，过来吧。是不是认识我们啊？他认识你，但是不好意思。想吃什么？想想，咱吃米饭尝人家这儿的米饭特色吧。三味，得换个口味儿。三味啊！哎，就爱玩。保熟吗？蒸的吧。嗯。坐这里吧。哇，这大鱼头，这是啥特色啊？你不喜欢吃，看着挺有食欲的，你别后悔啊，开开心心的。等，哇，你喜欢吃这个啊？来，先坐这儿，咱们先庆祝一下，来，祝我们深圳一游圆满成功，来吧，希望下次再见。你这次收获了什么？收获了一个琳娜贝尔包，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。啊，满包东西，这些还有一些石油。哇，你好厉害哟，满包包的东西。对，琳娜贝尔还是那个外卖哥哥送你的。对，谢谢，真是感谢。我们的下个视频见吧，咱们一起吃。好，我们吃这儿的特色。哇，我感觉又有点不想走。吃吧，下个视频。我也觉得，不要哭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，也感谢那些粉丝的关注。明天要回去了，晚上睡不着觉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得了个蓝牙耳机，哎，蓝牙音箱。哎呀，你真是小孩子啊，光长个了，没长心眼。赶紧给你帽子，给你帽子戴上。嗯。很安全。嗯。你这里的。然后还有呢？还有哪儿不一样？他说这儿的那个的车开得快，人家这个就是快节奏的城市，知道了吗？慢节奏。对，慢节奏。感觉咱们都是把时间浪费了，人家这儿也那时间就是如金钱，知道吗？好啦，期待下一次来深圳啊！第一次来这是。哦，好吧，睡觉吧，宝贝。我不要。拜拜喽。给大家谢幕，来。